准时光临，全民新攻略。人生有很多的事情会随着时间好转，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他就变成好胖。而现场有三组户外的型男，原本只是帅，没想到时间越来越久了，他现在好帅。今天晚上就要考验他们的智慧是否也有跟着时间一起增长。欢迎三大战队。来介绍的第一组是外景主持小王子啊，唐振刚和棒球队的大前辈洪都拉斯。第二组是阳光型男的双宝爸蓝钧天和气质女神啊谢佩恩。第三组是棒球体育主播常富宁带着小鲜肉陈热。啊，昨天这个组合听说你们四个人是要宣传一出戏是吧？对。好，剧名叫做《正义的算法》。嗯，漂亮。嗯，唐同学在里面演的是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哦。对对，律师很不好演，要背很多的法条啊。我说当然，肯定，那台词不容易的。对，你演律师，那洪都拉斯在里面演的是法师。道士、法师，我也是一个邻居家的里长伯的弟弟。哦，很重要，很重要。法律的知识，我自认说你是单元的主角，是吧？什么单元的主角？没听清楚，再讲一次。我是主角啊！哎呀，我没听清楚。你看，我还提一旁的主角。蓝钧天演的不会是也是律师吧？律师吧？没有，我们这一次演一对夫妻。哦，你们是夫妻。然后我又想要离婚了。你上一次也是要离婚？对，我上一次来前几个礼拜也是。谢天，其实你要不要冷静一点？是演夫妻要离婚啊？这个戏已经上演了，已经上演了。迪士尼 Plus 每周三晚上，每周三四晚上8点更新，每周三四会更新。对，正义的算法目前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回响，还有很多的好评。谢谢。能参与到一个好戏，应该就是演员最幸福的事情了。是，对不对？加油！谢谢。不带时间，张。根据心理学家表示，有逻辑的人比较能够坚持运动计划。请问外向性格的人比较喜欢从事哪一种运动？外向性格的外向喜欢从事哪一种运动？我不让你们先看，先猜拳，先派个代表，我先站一步。猜拳，你去啊！往前站，我们找比较帅的，就要是找帅的，找帅的。剪刀石头布，解说布，等一下，剪刀石头布，耶！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不 ，OK， 我们最后选好外向性。第一个选项外向，室内健身房。这 flag。第二个选项，在城市里慢跑。第三个选项，应该就是第三个了。户外骑脚踏车。好，我说脚踏车。慢跑是属于很孤单的人在做的事。脚踏车好。户外骑脚踏车。户外骑脚踏车。好，你们是第二个选项。我们第二个选，慢跑，慢跑。慢跑比较在城市里慢跑，慢跑是一个人跑，是一个人跑，那我们就在室内健身，我们就选第三个了。嗯，但是外向，总不能室内就对了，真的吗？要维系那个。正确的答案是，我自己很喜欢室内健身房。哇，这节目真好！把人都弄。国外的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外向有逻辑的人，他喜欢在健身房里运动；有创意的人，比起制式化的健身房，他更喜欢骑自行车或者是一些户外跑步的节目。你们是有创意，是有创意，我们是有逻辑的。OK， 你们答对了，恭喜！你们负责排大家的位置，太好了。谁坐第一个位置啊？那我们就是第一组。你们谁坐第二组？没关系，你可以。真的吗？那个常木林他们，常木林成了第二组。对对对，一二三，对。新攻略机会赛，请就位。是你们研究员蔡尚华，进入到我们的机会与命运赛制，提醒大家在机会赛分成三个回合，坐在机会区努力成为答题英雄，而在命运区决定你们的奖金。最后我们只有一组赢家，请开梦幻大门。在节礼当中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包括了除螨清净机、多功能料理盘以及电动跑步机。十万大奖是葡萄酒鲜饮机，而20万大奖呢是玉手温感大师按摩仪。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有机会把我们的奖品带回家哦。加油了，好，唐小刚，好，
新攻略机会赛 Round One， 请出题。长时间在户外容易会引发香港脚，请问夏日哪一种方法能够远离香港脚呢 ？A. 每天换不同的鞋子穿 ，B. 涂茶树精油。我答案是 A， 锁定。哎呦，每天换不同的鞋子穿，要不要家境好一点还是什么？不一定要，它不是说很贵，可能就是两双鞋轮着换。像我自己在跑步的时候，我就会有两双不同的慢跑鞋。跑鞋，对啊。为什么要换鞋穿？因为你跑完运动完啊，或是走路什么，脚的那个脚气其实很热，所以像我自己回到家，我就一定会把鞋子拿去阳台让它吹风，让它自然把那个脚气散掉，太阳晒一下。对对对对对，好奇怪。对，就它就不会一直会有那个闷臭的味道。闷臭就是因为霉菌嘛。对啊，然后湿闷潮湿的环境嘛。对，那尤其台北的雨天潮湿度很高，尤其夏天的时候梅雨季开始。谐音揭晓。希望你答对了，掌声鼓励，非常好。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不等提示，请选择。1000元。啊？1000元。哎呀，我完全按照刚才在蕊的时候，对对对，刚才在做。这单位实在太坏了，我不骗你。一模一样。准备，请出下题。善用冷气设定也可以省电，请问一专家建议哪一种冷气设定可以让室内降温又省电 ？A. 开启高速送风模式 ，B. 开启除湿模式。B. 答案是 B。锁定。高速送风模式马上让空气流通，不会有凉感吗？我自己的经验是还不如电风扇，而且它不会比较省电。因为我很少开冷气，我在家夏天的话，一天大概就是洗完澡后开个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搭电风扇。睡觉是关冷气睡的？开就吹电风扇，哦，然后开窗户这样子。哎，没有开窗户，就是正就是电风扇。哎呦，因为比较省电，然后也可以训练自己，因为长跑户外那个耐热度、耐受度会比较高。对，多好的一个孩子，真是太厉害。然后，但除湿是因为我有时候家里面可能下雨太多天啊，或什么衣服什么，所以我会开除湿机或者是开除湿模式。那其实开完除湿以后，室内会比较凉爽。冬天开完除湿会比较温暖，夏天开完除湿以后比较凉爽，差很多。你从客厅进到房间里面，那个体感温度一下就很明显。我被说服了，谐音揭晓，很好。还会被打脸。恭喜！好，在冷气上面怎么做可以省电呢？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闷热嘛。如果呢，你可以开启除湿模式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闷热的感受呢降低下来，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不适感了。通常这个时候呢，体感温度也会往下降。但是呢，你开高速送风反而会影响到这个冷气的压缩机。如果常常开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就比较容易会造成损伤哦。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无法提示，请选择。我单纯一点，5000元。你还是要看一下10000在哪里。我为什么这么说？好不好？你看一下10000在哪里。至少有。哎呦，这个我是从来不会想到的。这一个，下一题，请注意。皮肤会晒黑再慢慢变白，都是身体的保护机制。请问晒太阳皮肤会变黑的原因是什么 ？A. 减缓新陈代谢的速度 ，B. 避免太多的维生素 D。我答案是 B。B 锁定。皮肤会晒黑再变白是一种保护机制。嗯，因为它正常来讲，照理说晒黑它会变白，是身体的加速代谢，因为上面晒伤或者是晒的那个接受太多紫外线的的皮肤，它会快速老化死亡细胞，所以它下层的会加速代谢，把上面的，所以你看我们晒完什么会脱皮吗？对，晒伤了就会脱皮。对，所以其实它应该是加速新陈代谢，我的理解。加速，所以不是减缓新陈代谢。它变黑反而不是减缓，不是减缓，因为你要加速身体才能把老旧的排掉。
超难的。对，那因为像我外景出去跑的时候，我很常晒啊，很常就很多sand啊，很多sand，每次洗澡都会讲sand呢，跟气功一样sand，抽一些药丸出来。最近又发烧了。对，那维生素 D 应该是，请揭晓，很好，多好的一个孩子啊！恭喜答对。太强！哇塞，加油！看到没有，英雄出少年啊！好，其实呢，我们的皮肤会变黑跟变白，都是身体的保护机制。当你一直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的维生素 D 会增加，但是当它如果过量的时候，就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同时也会因为呢这个一直晒太阳的紫外线呢，造成我们体内本身的叶酸它的活性会下降。这个时候身体的叶酸呢活性就会缺乏哦，所以呢它会适度的让你变黑，让你不要吸收到那么多的紫外线，就可以保存你身体里头原有的叶酸。所以当然呢，当你变黑之后呢，它会慢慢变白，也是觉得。哦，维生素 D 不够了，所以呢，你必须要再多吸收一点紫外线了。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这次又是一个无法提示的画面，请选择。快一点。恭喜10000元。哇！我在斗智，当然了，我最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我是斗智比赛出来的。蓝君天不要睡午觉，没事，你下一遍轮到你，我知道，还有一点时间，好不好？但是常福鼎刚刚，当然他挂了，常福鼎也不会等太久，马上就到你了。请出现你。湿热天气容易会让人中暑，中医又分之为阳暑和阴暑。请问关于阴暑，哪一种观念是正确的？A 可以透过刮痧来舒缓，B 常见于睡眠不足者。我答案是 B。B 锁定。这个怎么猜的？哇塞，阴暑。阳暑跟你知道阳暑跟阴暑吗？我不知道，但阳暑字面上感觉就是正常晒太阳中暑。哦。然后阴暑是有一些中暑是比较缓的。它是比方说像比较轻微或者是闷在里面的，我猜就是汗流不出来那种。哦，对对对，那中要阳暑可能就是太阳真的晒太多。我以为你只知道马铃薯，马铃薯我也知道，马铃薯他刚回答过，黑人中暑比较慢。黑人中暑比较慢。什么？来揭晓。哎呀！我的天啊！好，中暑分成阳暑跟阴暑，怎么分？阳暑呢，就比如说你是在这种大太阳底下做马拉松啊、跑步啊、运动啊，晒昏头了，很不舒服。通常这个时候呢，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解开你的扣子，让你散散热、通通风，就会好多了。那这个阴暑呢，就是呢，很常上班族都会有的，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在冷气房待一整天，但是呢，你出去外面买个饭的时候，外面很热，再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温差太大了，然后呢，你又再加上你常常都久坐不运动，睡眠不足。那你就会容易呢汗发不出来，所以呢它就是所谓的阴暑。你里头呢这个血气是很凝滞很稠的，所以呢这种阴暑的状况，它是刮痧也没有办法发出来，反而会适得其反哦。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不能提示，请选择。快点。他这个出两次，他给呢？恭喜三幸运！哎呀，继续往下走，加油，请出下一题。出门时若有使用防疫护目镜或是面罩，平时保养很重要。请问护理师建议要怎么使用才正确？A. 先消毒再清洁 ，B. 避免用紫外线杀菌。我的答案是 A， 锁定，是可以用紫外线杀菌的，是吧？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不需要避免，对吧？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中，如果用到防护面镜啊或面罩什么，我都是先消毒再清洁。请揭晓。这个我就不确定。
好，这种护目镜跟面罩其实它蛮贵的哦，所以要怎么保养呢？其实一般来讲啊，在使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先清洁，清洁呢让它上面本来已经粘附在里头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都能够先被洗掉，然后再来进行消毒。那但是呢，很多人会习惯用紫外线来杀菌哦，这个护目镜跟面罩是不适合的，因为呢它有这个塑胶嘛，它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会容易造成它上头的塑胶老化，所以它的使用期限反而会因此缩短。请出题。眼科医师表示，户外运动有助于减缓近视，请问依国健署的指示，孩童每周户外运动至少要几个小时 ？A 十一小时 ，B 十六小时。周五啊，这好难哦！哇，一个礼拜。我的答案是 A， 锁定。每周户外运动至少几个小时？七天下来等于一天两个一个多小时，不才一个多小时哎，一个多小时。对不对？小朋友哪有时间一天到晚在户外待两个小时？因为他用的是至少，所以你只要符合这个时间。对啊，你不要连一个小时都没有，对吧？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小时应该就够了。切，揭晓。走。命运奖金数，一百到一万，这次是不能提示的排列方式。请选择。下不去。恭喜100元。你刚离开的时候，我一阵窃喜，因为你即将弄到好的数字。看一下，你离开他的时候都是大哥大姐啊，在那边。那我们等下二十。下一题准备，请助理。市售护唇膏种类多，请问专家建议护唇膏长期使用出现哪一种情况就该丢弃了 ？A 出现油耗味 ，B 膏体油腻感变重。油耗味 A， 锁定。因为有些护唇膏是蛮油的啊，有些护唇膏蛮油的。是啊，对，所以我想应该那油耗味那是坏掉了吧？油耗味，所以该丢了。请揭晓。干得好，加油啊！啊，你再按100，你就会被换掉，你知道吗？再按100，我就举。应该不会，再试试看。我就举牌抗议。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无法提示，请选择。哇！恭喜，再次100。真的假的？我说，好可惜，他摆在4的时候。哎，这真的是人性，人性，人性。来，准备，请注下一题。国际期刊研究指出，若男性常喝浓缩咖啡，与身体哪方面的数值增加有显著的相关 ？A. 高血压 ，B. 总胆固醇。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嗯。我认为这个总胆固醇增加跟浓缩咖啡比较关系，因为国外喝浓缩咖啡的比较多。可是我们没有听到国外的什么高血压的病症因为喝浓缩咖啡而增加的，不过我听过总胆固醇因为浓缩咖啡增加的。什么？来计较。学得好，恭喜。是好物，但是呢，它的冲泡方式很重要。有一些呢，他们喝这个浓缩的意式咖啡，但是呢，它是没有经过过滤的哦。其实呢，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呢，有一些坏处，比如说它里头的咖啡醇啊，跟咖啡豆醇的含量就会比较高，哎，就会增加了体内总胆固醇的含量。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这一次住在隔壁，请选择。你的才华我已经发现了，你这是有本事从5个号码里面把100块找出来，三次吗？真的吗？100 again。哦哇哦，这蛮强的啊，帽子戏法，蛮厉害的。57秒4题是有可能的，来哦，准备，起出题。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引起了卫生纸的囤货期，请问一瑞士研究指出哪一种特质的人更可能会囤货 ？A. 容易情绪化的人 ，B. 生活有条理的人。我的答案是 B 锁定。锁定，你这个选的很厉害哦。我觉得这题是陷阱题，它让你想要去选 A， 但事实上答案是 B。
有时候生活有调理，为什么有调理的人反而因为生活有调理的人，有些想啊，糟糕，新冠疫情来了。我现在是什么地方？超前部署。对，我什么地方不够？超前部署。把他家那个仓库门一打开，哇，卫生纸剩一包。是这样说的哦。请揭晓。厉害！厉害！哇，厉害！哇，期待！期待！我就不相信这一半。期待你就不相信。我相信这一半。好，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大家很担心买不到卫生纸，结果造成的这个洛阳纸贵的感觉啊，卫生纸呢居然飙升了700%的这个价格哦，等于呢是7倍之多，真的是相当的惊人。那大家就会想说，是不是呢那一种情绪性的人啊，脑波弱啊，才可能会跟着疯抢呢？事实上不是，是更有条有理的人，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失序、脱离常轨，没有卫生纸该怎么办？所以他们总是要预先做规划跟准备，才会开始疯狂的去囤货。因此可以看到哦，这在欧美地区的老年人囤卫生纸的比例远远多于年轻人。火鸡哥来了，火鸡哥，100到10000，这一次他们又住这里，请选择。想想看，制作单位怎么弄你们？他想怎么弄你们？很好玩的。恭喜10000元！耶！真的是一百。加油，三副您准备，请住下里。有时会发生一接起电话就立刻挂断的事情，请问是什么原因 ？A. 讯号频率不稳 ，B. 系统测试有误使用。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系统测试，他为什么要这样测试？好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测试？但是讯号频率不稳，你不一定会接起来才断掉，频率不稳，他搞不好响两三声就自己就没了。对，你不会等到他接起来才断。那会不会是诈骗集团呢？当然也有可能，诈骗集团的系统在测试，看你们他的系统在测试。对对对，这个系统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的他的系统 OK 哦，有可能，你是业者。请揭晓。应该没问题。什么系统要做这样的测试呢？上华，哇，没错，是诈骗集团的系统在测试。所以呢，如果你接到的话，你就完蛋了。因为呢，他们很担心说他们要浪费这个人力啊，跟这个资本啊，去打电话给很多的人嘛。所以呢，他们先测试这个电话到底有没有人在使用。一旦你接到，而且你又把它接起来，它就会标示你是有在使用的。接下来你就会有接踵而来、连绵不断的各种骚扰电话打给你。来，火鸡哥准备，100到10000。这一次是无法提示，请选择。无法提示，恭喜5000元。来，请住下里。因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晚上睡觉时哪一种生活习惯容易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A. 睡觉不关灯 ，B. 睡觉听音乐。哇，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睡觉不关灯，睡觉听音乐，这是现在很多人的习惯。睡觉听音乐的人很多，因为有很多助眠式的音乐，有没有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白噪音？对对对，让你助眠。那如果白噪音会让人得糖尿病的话，那这个东西还可以继续下去吗？一定不行。睡觉不关灯，我个人是不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睡觉不关灯，请揭晓。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还是把灯给关上吧，因为呢，如果你暴露在一个中等程度的光源之下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个时候会产生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不管是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各种呢，这个身体里头的疾病的风险都会因此增加。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无法提示，请选择。三。见鬼了！5000元。哦，放一还是一？来，最后一题。好，请助理。公园或草地中活动，容易会被小黑蚊给叮咬。请问一研究发现，小黑蚊最常会在什么时候出没呢 ？A. 早上10点到下午3点 ，B. 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我的答案是 A。助理，时间刚刚好结束，漂亮。嗯。早上10点到下午3点。这小黑蚊本来北部没有的，
这一题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洪哥有同样的一个感觉，打高尔夫的时候常常，我们白天打嘛，对不对？对啊，我练球的时候两三点去练球，我的妈呀，那个脚跟红豆冰一样。我上一次就是在高尔夫球场就被叮了全，现在还有留疤，如果你仔细看。哦，那个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怎么打高？好可，除了在练习场之外没办法打。跨博，请揭晓。恭喜他们！哇，一百到一万，不能提示，请选择。恭喜三千元。第一单元第一回合到此告一段落。唐小刚和洪都拉斯19000，哦，唐慕宁还有陈小乐23300，哦，蓝今天谢佩恩淡泊名利，目前还轮不到他，很好。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第二回合 round two 准备，陈慕宁准备好，请出题。卫福部表示，跌倒是长者事故伤害死亡的原因之一。请问长者最容易会在哪一个地方跌倒 ？A. 客厅 ，B. 路边跌倒。我的答案是 A， 锁定。长者最常在客厅跌倒，会不会太合理？因为我爸爸就在客厅跌倒嘛，没出门当然在家里啊。对对对，然后但是家里面有时候他们觉得他很熟悉这个地方，可能他比较没有那么有警戒性。所以有可能就会在家里面稍微滑到跌倒，有可能。我爸爸一直在家里，请揭晓。命运奖金数最少200，最多20000，有加零，不提示了，请选择。恭喜2000元。常慕宁继续加油，你的答题数应该已经跟他哦比较多了，超越我很多了，比较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来，请出下题。拐弯骂人。夏日高温天气在户外容易会中暑，依肾脏科医师的建议，请问这时运动前应该要避免喝什么饮品 ？A. 咖啡 ，B. 牛奶。B. 牛奶，锁定。在这个时候，运动前避免喝什么？咖啡可以提神嘛？我们有时候在长跑的过程，比如说我跑半马，跑25公里，有时候我们吃那个运动补给里面会有咖啡因，咖啡因可以提神。那但是没有听过用牛奶来，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好像精神变好。像刚刚这个维生素 D 的那一题嘛，我就想到刚刚维生素 D 那一题，请揭晓。咖啡利尿。好，其实呢，我们要避免这个身体的机能受到影响，里头的水分一定要是够的。那我们其实呢，在喝牛奶的时候啊，它反而可以更加的保持住我们身中的保水度。但是呢，咖啡利尿，所以你会一直把水分给排出去，当然对于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喽。终于 finally， 终于，谁要可以起床了？该你了，起床了，上班了啊！但关键是蓝君天要答对谁？是啊，压力好大。一分七题，八题，五题，请助理。请问在英文的俚语当中 ，go cold turkey 指的是什么意思 ？A. 还没做好准备 ，B. 戒掉坏习惯。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刚刚不假思索 ，go cold turkey 就是把坏习惯戒掉。像戒酒啊，就直接把直接 cold turkey 掉，直接冷掉。冷的火鸡冲啊！冷掉它，不是，它是选择这个冷的火鸡的意思，不是叫它冲的意思。对，就不要碰它。就 cold turkey， no drinking， 不喝酒。对，直接就没有。就 cold turkey 就是坏习惯的意思。那没有，就是完全不碰它。对，所以我不会碰冷的火鸡嘛。不碰冷的，懂意思吗？对。所以怎么会碰热的火？一定碰，一定吃热的啊，很少吃火冷的火鸡啊，对不对？请揭晓。OK，
开壶了，开壶了。好，这个 vocal turkey 呢，其实呢是源自于20世纪初期哦。那那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不管你是要戒酒或戒毒瘾的，其实都会有一些戒断反应。这个时候呢，你会全身发冷，然后打冷战，然后起鸡皮疙瘩，而这个状况呢，看起来就很像惨白的火鸡一样。哦，好酷。命运奖金数最少2000，最多20000，请选择。哎呦，差一点呢！啊，你干嘛这样子讲？哎呦，中了差一点。因为我知道他会往那边找哦。天哪，很说他差一点，20000呐，差点20000，恭喜嘉玲，差一点。哎呦，他看到，我知道他要选那边。I got zero。对于我们的，我们才万九哎。对啊，我们一题我们忙半天，忙半天 close。Don't worry, be happy. OK。来，今天准备，请出下一题。不少人会使用助晒机或者是防晒剂晒成骨头色的肌肤，请问食药署提醒该如何使用才正确呢 ？A. 不需再使用防晒。B. 避免过度流汗。怎么样使用助晒剂才是正确的？是不需要再防晒吗？还是避免过度流汗？我的答案是 A， 不需要再使用防晒。哎，准备。助晒剂擦了以后就不要再防晒了。助晒剂本身里面就有防晒的。对。哦，这样子。避免过度。它是上色的一种。它是一种上色的成分。那这种上色的吸收过程里面，不需要有防晒去 protect 它吗？它还是会保护你的皮肤。但是它只是把你的皮肤的那个色素把它挤出来，但是还是会保护它的那个。我是这样子哦，还是要保护它。所以过度流汗并没有关系。嗯，过度流汗就流掉了。请揭晓。想要拥有非常漂亮的古铜色肌肤，很多人会去助晒，可是要注意哦，因为呢，当你一直在这个吸收这些东西啊，让你的皮肤变黑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容易让它干燥，就会容易长皱纹，甚至会伤害你的肌肤。所以呢，防晒还是得做的。另外呢，就是要避免流汗哦，因为呢，如果你过度流汗有汗水的话呢，你反而会冲掉那个助晒剂哦，所以到时候呢，你的身体上晒的就会不均匀，甚至会出现一条一条的那个晒痕。打力圈转移，唐正刚。准备，请出题。耶鲁和牛津大学研究发现，每次运动几分钟是最好的，能够有效瘦身又能够感到快乐。A 45分钟 ，B 90分钟。我的答案是 A。锁定。不需要一个半钟头。因为像我自己在运动健身的时候，大概我们都希望抓在一个小时内要练完，因为一个小时内身体的体能状况是最好。你晒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其实会变成很选手训练的模式，它会加强身体比较大的负担，但是不是不行，只是那样子一般来讲好像不会说，当然会有效瘦身，但是会不会感到快乐？好像运动过多也不反而瘦不下去，身体的保护机制。但45分钟是我觉得是一个身体热开了。然后你可能大脑分泌的那个脑内啡是舒服的，开始你感觉有效的瘦身，但是又感觉到快乐。好，来请揭晓。只能猜了，差不多吧，9分钟太久了。走，准备。好，其实呢，运动对我们的身心当然很好，可是呢，过度运动你反而会觉得身体累，心情也会比较疲惫。所以呢，其实啊，对运动来讲像是一条 U 型曲线哦，适量呢是最好的。所以一般来讲啊，你不要一天运动超过3个小时。如果超过3个小时的时候，你已经会大汗淋漓，而且精疲力尽。但是呢，如果你可以一周运动个3到5天，每次45分钟是一个最刚刚好的状态。洪都拉斯，休息一段时间了啊，洪哥加油，不要假鬼假怪，但快一点，好不好？给我一点正确。提示不要无法提示，不能提示。最少2000，最多20000。我不提示，请选择。有嘉玲哦。恭喜10000元。哇！哥好强，运气好。洪哥好棒，来准备出下一题。
疫情影响，确诊者曾经因为隔离而有失眠的困扰。请问心理学家建议可以用哪一种方式帮助入睡 ？A. 回想自己担心的事 ，B. 告诉自己不要睡着。我的答案是 A， 锁定。感觉直觉应该要选 B， 对不对？啊？但是我就想，我在担心的时候，你就会想那个事情怎么办。对，但因为我在想的是，确诊者他在隔离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做不了，那还不如他可以可能趁这个时候，他把担心的事情整理一下，他会。因为你去想，他其实前面只是多了这么一句，就是失眠，我们怎么办？你想担心的事情，你就会想这事情来龙去脉，然后我这一定是我什么地方没控管好，你就开始去想，你开始动脑去思考就毁了。你就开始想，你再躺回去睡不着了。睡不着，我是不知道。可是告诉自己不要睡着，就跟数羊一样。其实数羊有研究报告是越数你越睡不着，也是，因为经常会数错。对啊，讲了数羊，不知道，猜，请揭晓。好，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呢，你明明就很想睡觉的时候呢，你反而告诉自己说，如果你本来呢是完全不想睡觉的状态，然后呢你告诉自己说我要赶快入睡，我要赶快入睡，你就更难进入到入睡的情况。但是呢，反而你告诉自己说我不要睡着，这时候呢，我们的内心会有一种矛盾意向反应，就是呢，你反而就会容易放松你的心情，就不小心睡着了。因此啊，其实啊，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越去想一些让你担心的事情，你可能内心更焦躁、更乱，你更睡不了，进入到那个睡眠的情况。但是你反而告诉自己说，反正我要睡不睡都没关系啊，总之我已经失眠了，那就不睡吧。的时候，你反而可能就睡下去了。答题权转移，十九秒就最多一题了。哇，最多一题，长不停准备，请出题。美国作家曾经花五年的时间研究穷人与富人的差别，请问八成的富人会安排做什么事情 ？A. 每天阅读书籍 ，B. 每周固定吃蔬食。我的答案是 A， 锁定。就他每周固定吃蔬食，不觉得很重要？是很重要，但是不一定是八成富人会安排做的事情。穷人富人都会做的事情。对，穷人富人都有可能会做，但古有名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对不对？黄金在书里。请揭晓。哎呀！命运奖金数2000到20000，有嘉玲玫瑰玲，蛮好的，请选择。漂亮，你真的把它找到了，嘉玲，恭喜！三组的奖金目前都有些增长哦，唐小刚跟那个马尔济斯他们20000，红头杜拉斯20000，啊，常富宁跟陈乐25500，25000，蓝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有机会。第三 round， 常富宁准备，从你开始，请出题。请问谁是中国史上唯一会骑脚踏车的皇帝，还为了骑车下令把宫里的门槛全砍掉了 ？A. 嘉庆 ，B. 溥仪。我的答案是 B， 溥仪。锁定。嘉庆没有道理哦，嘉庆不是嘉庆没有道理，是我看末代皇帝看好几次。哦，看这部电影。溥仪有演。对对对，就演溥仪的故事嘛，贝托鲁祈祷。嘉庆君只会游台湾，对呀，骑脚踏车了，对吧？骑脚，搞不好台湾骑过。请揭晓。末代皇帝溥仪呢，他其实在1922年的时候啊，生日的那一年呢，溥家送了他一台脚踏车，他非常的开心，大概花了十几天的时间都学会了骑脚踏车，然后在宫里到处骑。结果大臣们呢非常的生气哦，因为认为呢自行车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怎么可以让皇帝千金之躯骑这么危险的东西呢？但是呢，溥仪他非常热爱，甚至呢他还下令把这个宫殿里头的门槛都砍掉了，唯一呢就只有少数的这个像是储秀宫啊，还有呢这养心殿啊，以及长春宫啊的这个门槛是没有被砍掉的。命运奖金数这次的安排，2000到20000，有归零。哇，这个压力大，这个压力大，有归零，找出来归零。他的才华就是把它找出来，我看你躲去哪，请选择。压力也太大了吧。
恭喜2万元。好猛哦！哇塞！请出下一题。请问日本航空公司将何者动物化在飞机上，代表着东京往返夏威夷的航班，并组成了家族主题 ？A. 海豚 B. 海龟。我的答案是 B. 锁定。往返东京夏威夷的航班上面，飞机上画的是海龟，是吧？我认为是。哦，所以你并不知道，你猜的。对。请揭晓。哎呀，厉害的，跟世界说拜拜。陈小乐准备，命运奖金数2000到2万，请选择。恭喜1万元，对啦，强哦。一起直追，打了火机之后就不一样。我不一样，不一样。右边第二跟左边第二，前面是天堂。还好你选对边了，请出下你。根据瑞士研究发现，闻什么食物不仅能够有效的治疗肺癌，还能够让肺癌的肿瘤缩小45%？A. 葡萄 ，B. 奇异果。哇塞！我的答案是 A。锁定。哇，这个好难。这题有点难，为什么是葡萄？奇异果好像外面闻闻不到什么味道，葡萄可以闻到香味，香气比较下葡萄比较明显。对，请揭晓。这两配了，太难了。葡萄，很猛哦。好，这是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呢，他们有一个研究哦，就是呢，像是葡萄啊跟红酒啊，它其实都有抗癌的功效。主要原因呢是里头有一种植物多酚，叫做白藜芦醇，那它呢是能够提升抗癌的活性。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研究就更发现哦，彼此直接用口服哦，如果呢你是用闻的，甚至把它做成鼻滴剂滴进去的话呢，它能够让肪瘤缩小的达到45%，这效果比口服更佳。来，陈小乐，2000到2万，有归零，小心，请选择。吓死我！你人生的新高度出现了，恭喜2万元！哇！在隔壁而已，差点选了归零呢。这一切是不是一场梦呢？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吧。他们醒了，有可能哦。对你们来说，早就是。哎，我有梦过你曾经这样说。从他答对，回家梦过这个。从他答对，我就觉得这是一场噩梦。噩梦。可对他们来讲，太强了，太强。他归零的话，它是一场奇幻的梦。是，因为他曾经到过。奇幻的，曾经到过。然后，唐振刚、洪都拉斯不战而胜。哎，也不错。很难讲啊。嗯。但是7万，如果再弄个2万，95000的奖品，你知道多精彩？哎呦，整个扛回去了。请出最后一题。加油！有时候在品尝威士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种泥煤味。请问这个味道是从哪里而来的 ？A. 烘烤大麦的过程 ，B. 浸泡大麦的水源。我的答案是 B。锁定，锁定，浸泡大麦的水，不是烘烤，是浸泡。我认为不是烘烤，因为几乎所有的威士忌都要经过烘烤。它泥煤会来自于艾雷岛最有名，因为它的火山的地形跟那个泥土，它种出来的葡萄，对，它把它种出来的麦，浸泡大麦的水源，哇，答对就刺激了，对啊，肯定没问题，这一定，好久没这么刺激了，来，请揭晓，好多钱呢，果然刺激。好，苏格兰呢，它盛产泥煤哦，所以他们在制酒的时候呢，他们会拿泥煤来烘烤大麦。当然，这个被熏过啊，有泥煤味的这个大麦呢，在拿去制酒的时候，当然就会有这个样子一个特殊的香气了。那有些朋友们特别喜欢喝有泥煤味的 whisky， 但是要怎么来品尝？其实酒加冰是最适当的，而且呢，最好喝的喝法呢，就是呢，你要入口之前先深深的吸了一口它的香气，然后接着呢，让那个威士忌的酒液在你的舌尖呢停留3到5秒钟，
起缓缓的把它这个引入口中，所以能够感受到那种最极致的氛围。最后的今天的大赢家，75,300元，恭喜常文婷、陈乐和。什么礼物啊？要送给你们两个礼物，一个呢是大佑贸易 Vitamix A3500i 超跑级的调理机，美国制造，原装进口，科技智能时尚，最高有19段的变速，外观是不锈钢金属法丝纹，航太级的不锈钢盾刀，轻松击碎坚硬的食物，超越多种的厨房工具。另外一个礼物呢是 Dancon 户外运动足，台湾独家设计，城市快取斜背胸包，独特的收拢旋钮的系统，可以轻松的放置水瓶、雨伞等随身物。潮流撞色机能除臭袜，让你可以安心享受外出时的清爽便利哦。送给两位，谢谢，恭喜你，好好的运用你的智慧，掌握机会，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命运。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准时锁定《全民新攻略》，拜拜。谢谢哥，谢谢，谢谢，谢谢。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